首先感谢大家能够在这个宝贵的星期天来到我们 ACM 参加江苏卫视的一站到底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是高校争霸赛，所以我们邀请来了一部分的大华府的高校学生，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认识一下他们。好，来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赵广学，我是。大家好，我叫赵广学，我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是博士二年级。博士念的是什么学校啊？念的是什么专业？念的是材料科学工程。好的，谢谢。大家好，我叫安南，是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刚刚从化学系毕业。化学系毕业，那准备之后做什么呢？我现在是在 FDA 做 contractor。Very nice。大家好，我叫李萌，我是毕业于 Towson University， 我已经毕业好多年了，我现在在一个 CRO 做 program analyst。所以您觉得您今天在这场比赛会有什么优势呢？经过这么多的工作经历以后。我觉得我的优势是我的那个本科的专业，我觉得是。很好，在国内念的吗？对，首都师范大学。好，谢谢。大家好，我叫宗凡宇，我来自梅间大学，我念法律，今年博士三年级，很高兴认识大家。法律那是准备之后回国发展吗？还是在这边？我想我应该会回国做老师。做老师？对，我想做一名法学院的老师。大家好，我叫王阳，我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也是博士二年级。好多好多博士的法学院。大家好，我叫王秀秀，我是来自那个马大，然后是巴尔的摩那边的那个 UMBC， 然后我读的是地理信息系统，这是我的第二个 master， 第一个 master 是在伦敦读的伦敦大学。那为什么会从伦敦跑到美国来？我是伦敦毕业之后又回国工作了，然后又跑到美国来，我这人比较爱折腾。好，非常有意思。大家好，我叫周奇汉，我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大四，然后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和经济。那国际关系经济是准备之后做什么呢？应该会，我会回香港做金融的。大家好，我也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现在是大三，读的是材料工程以及应用数学专业。好的，谢谢。大家好，我叫孙世清，我也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然后组团来的吗？对，我们是一个小团伙。然后我优势很大。这是个人赛嘛，和团伙也没有关系。自带的气场啊。你看看，就 AU 的就一位，然后你们霍普金斯的有四位，回头在气势上面就压倒了。到时候组内相争也不太好嘛。这个就到时候你们自己看着，有心有多少身，是不是？是。我现在是学的是金融数学专业，然后现在是研二，马上就要毕业了。很好。谢谢。大家好，我叫李佳凯，我和前面那位女士一样啊，也是爱折腾。之前我也是在英国读了一个硕士，然后呢来美国从那个托莱多大学毕业学的是人工智能。AI 是有什么最近有什么项目准备？现在在 FDA 做 contractor 最近项目还是就是非常热门，还是大数据方面。还有个同事是吗？之前那位，这也是你好，这是出门碰到的这个老乡，这不能算老乡了。这个同事啊，那之前见过吗？没有，因为 FDA 太大了嘛。那接下来就可以好好认识认识，好好认识认识啊，一定会有，谢谢。好，谢谢。大家好，我也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然后我今年是研究生一年级，我的专业是市场管理，谢谢。非常好，谢谢。大家好，我叫蒋元，我也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然后我是金融的硕士。好，谢谢。
好，谢谢您。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我现在先看一下你们的成绩，决定你们后面十二个人的命运。这一天是十二个人是吗？那我直接念名字就行了。那个我现在念到名字的人到这个小盒子这边拿一个球，这就是你们上场的顺序，好吧。第一位选手是李佳凯。你周奇汉，不好意思，我不太。阿南。周奇上面放了，大家就行。我知道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曾凡宇。赵广学。Linda。Linda 呢？哦，你也没有介绍你自己啊，回头得补一下。不，现在你需要在当中表演一下，表演一个才艺才允许你晋级。帮你，是叫帮你吗 ？Bowen。李萌。王思瑶。蒋元。孙世清。这个怎么念，月 Emily 吧。好，感谢剩下其他选手的参与，谢谢大家。对，你们可以坐在下面当个观众。好，麻烦大家写完名字以后就按照顺序就坐，好吧？这应该是六。那你就是六，你是九。对，号码贴在另外一边。对。然后按照稍微传下去，就拿了号码的选手可以就坐，按照顺序，最后那个是十二号，这边是一号。寻找一下我的麦。坐前面。对，用完的球扔回盒子里面以后，我们还得用到。接下来大家给这十二位晋级决赛圈的朋友们给点掌声。好，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的主持还是不错的，也给我点掌声。那其实呢，我只是给大家来暖暖场打个前站的，我叫小夏。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我们这活动的主持人，秦伟平先生和孙磊。好，谢谢。哇，我声音好大呀，我底气那么足啊，不好意思。谢谢大家。我只能站这儿，对不起，保持距离，不能和秦总在一起。非常感谢刚才的暖场小哥小夏同学啊，刚才看到选手这么厉害，都把他吓得有点慌乱了。没关系，还是再次我们恭喜一下这12位进入咱们决赛圈的这个朋友们。对，非常恭喜。还有两位很不幸在第一轮被淘汰下去。你们现在在这边坐的有12位，看看左侧有6张椅子，你们马上会进入下一个环节，会有6个人会淘汰掉，然后6个人之后再继续淘汰，最后呢只有1个人呢可以拿到这个我们大华府地区的战神。是的，我们孙老师已经先拿到了。我先帮大家保管一下，拿了战神之后就可以参加江苏卫视的，直接去江苏卫视的现场去参加节目，所有的机票住宿费用都由江苏卫视来提供。好的，谢谢秦老师。今天呢，我们两个人站在这个台上，其实也，尤其是我啊，有点颤。为什么？因为面对都是学霸们，但是秦老师今天可是学霸担当，您是博学的代表，对吗？今天谦虚一点不讲，因为高手太多了。这样，欢迎大家收看一站到底2018世界名校挑战赛，大华府地区的选拔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的选手，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Hello。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吧，秦老师。本来那个我知道很多人想看那个李好、小敏，对不对？因为他们今天给我打电话说没有档期太紧了，我刚好呢又有点档期，所以我就过来了。所以你们想看那个李好、小敏，就拿第一名就 OK 了，就可以直接帮你送到江苏卫视现场去啊。哎，这话说的没错，是。我是一个评论脱口秀的主持人，也是一个经济学者，然后希望有机会跟我们年轻的才俊们多多交流互动。谢谢，谢谢。好，欢迎秦老师。好，秦老师，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一站到底大华府的选拔赛，好不好？好好，很重要，很重要。因为除了江苏卫视主办单位之外呢，还有 Hello China 你好中国，还有波士顿投资传媒资讯集团，还有我们 ACM 蒙传媒呢是联合承办，当然还有赞助商，很重要的赞助商，很重要。哎，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本次的活动啊，是由我们金鼎扇独家冠名赞助的，所以非常感谢金鼎扇，谢谢。谢谢。就是我们嘉宾席啊，这几个嘉宾席，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同时呢，还有阿波罗便民服务小站。Johns Hopkins 学生会联合会、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学生会联合会、孙氏地毯、中国电信、雨晴贷款、极致白酒以及 LS Finance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除了这个是世界名校挑战赛之外呢，我们刚才说了几个承办单位，我们今天江苏卫视拿到了一个。一站到底北美赛区的一个承办权，换句话说，除了今天这个大华府争霸赛之外，在接下来一年内都有经常会有，比如说按季度或者按月都有不同的赛事，欢迎大家包括学子，包括已经毕业的工作，都欢迎参加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的一个节目。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展现我们的一个风采，谢谢大家，谢谢。没错没错，那么我们本次这个2018世界名校争霸赛一站到底呢，是由江苏卫视主办的，那么由我们 Hello China 以及波士顿国际咨询公司以及 SACM 联合承办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那么今天呢只是我们的首选赛，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节目将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常规赛的节目，有可能一个月我们就要进行一次。 对，因为有这么多的赞助商支持，还有我们那么多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所以我相信我们北美赛区应该也会做得非常好，也向他们总部推选很多很优秀的选手，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哎呀，好，那我们把活动介绍了，也说了这么多，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主角就应该是这12位选手了。对的，对。那么刚刚呢，我们12位选手进行了抽签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呢，就是1对1的 PK 赛。有12位选手啊，我们会1对1的 PK 之后呢，会淘汰6位下去，然后6位坐在这边来。我们刚才是自己刷，就1、2、3、4、5、6都有编号，我们想这样，就1号跟2号，然后 PK 3号跟4号，这样就比较容易，大家可以吗？
可以吗？在那个之前我想给大家一点机会，就是做一个赛前的一个宣言，因为搞不好 一分钟之后你就要下去了，所以很残酷。我想还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在我们关这个媒体平台，还有向全世界的这个关注你们的朋友们，然后花六十秒时间简单的介绍自己，包括自己的赛前宣言，包括你或者你个人的有什么梦想什么的，都 OK， 没问题，谢谢。哎，秦老师，我先问问您的梦想是什么？如果您要站在这儿，您给选手做个示范吗？我可以说世界和平吗？好伟大的梦想，好，这是我们全人类的梦想。谢谢谢谢。好嘞，那么首先有请我们的一号陈博文先生，有请。挑战宣言，随意一点，想说什么说什么。你好高哦，我站远一点。今天这个机会很好，然后非常荣幸。在一起这里啊，知识竞赛，然后大点声。我希望自己能尽力而为吧。啊，谢谢谢谢。这么谦虚啊，谢谢。好，大家好，我叫 Emily。我是被迫得已参加这个比赛的，然后我想法就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谢谢，太谦虚。被迫得已。对，万一不小心拿一战神怎么办？对。奖金要分你那个朋友一半啊。好，下一位，谢谢。大家好，我叫孙世清，我来自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然后我本科是毕业于那个复旦大学数学系的，然后我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喜欢说话说笑话，数学和说数学笑话。要不现场来一个好不好？对啊，我们都很喜欢笑话，学数学的还喜欢说笑话，这不得了。学数学笑话一般都不好笑。那我刚才还想说你一定很受女孩子的欢迎吧？至今单身。好，那你说完这个笑话，给你顺便做一个征婚广告，来讲一笑话，我看看，你先看能把我都笑了吧？你讲一个数学笑话吗？可以，是任意笑话都可以，随意。60秒到了吗？谢谢，厉害啊！啊，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您这单身的原因啊，我也找到了，有点冷，有点冷。好好，欢迎下位，谢谢，谢谢，很精彩。安南，大家好，我叫安南，我的信念是，你在人生中学过的任何知识，都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一刻得到运用。这是我的人生信念，来这里参加比赛的很高兴，因为觉得，要不就拿到战神了嘛，要是拿不了战神，在这里认识各位博学的人士也是非常好的机会，所以非常感谢，承办方。谢谢谢谢，我们也很荣幸能够遇见你们，好。现在可以礼貌一点，待会儿就比较残酷了。大家好，我叫蒋云，然后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众多学霸一起参加。我感觉有很多博士啊什么的，有压力很大，然后就希望自己尽力就好吧。我听说你带了3个美女啦。啊，对对对，带几个走好吗？所以你压力其实不大的，对吧？谢谢。好，这边啊，递一下，谢谢。曾凡宇，对，大家好，我是曾凡宇。我平时出庭都没有今天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你经常出庭吗？在国内我也是学法律，所以两边我都出过，所以平时有时候会遇到不同的当事人或者不同的法官，但都没有今天紧张。我很喜欢一句法律的格言，分享给大家，叫“法律不强人所难”，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都是带信而来，尽力就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中国很需要法律人才，谢谢，欢迎你回国。大家好，我叫王思瑶，我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然后今天见识到了各位非常厉害的学霸们，我只想说我的本意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各位求听阅，谢谢大家。你不用那么谦虚，你哥哥王思聪呢？啊，可能他还没有认我，等他认我可能就不一样了。啊，你没有他忙。好，谢谢谢谢。
大家好，我是周奇安，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然后我现在是大四。我觉得我今天来的目的也是一个是为了就是认识这么多学霸，然后第二也是为了我觉得就能有一个地方来使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吧，所以谢谢大家。一展才华，谢谢。没错，挑战一下自我。这位是一位女中豪杰，来。大家好，我叫李萌。我已经毕业好多年了，然后今天来这里看到了很多青年才俊，我觉得自己压力山大，要不我就直接退出得了。别，你是胜出，显然在这一轮当中你是胜出。大家注意啊，这样讲的一般都是实力比较雄厚的，不要低估自己。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好，谢谢谢谢，期待大家。大家好，我叫赵广学，我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本科呢是来自于南京大学，所以说跟江苏卫视也是之前经常看你们的节目，经常看你们的就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啊，《一站到底》。然后我平时的爱好也是跟那个孙志清有点像嘛，我比较喜欢说相声。哦，就来这里给大家就来一段那个。可以，太棒了，来秀一段。谢谢谢谢。来一段那个翻译腔的绕口令吧，正好也是这我春晚上演过的一个。好。哦，你知道吗？在南边来了个喇嘛。哦，看他上帝的份上，他的手上还真有金塔吗？哦，真神奇啊！哦，他北边又来了个哑巴。哦，眼看着简直白天子的眼睛，他的腰上还别着一个喇叭。哦，那愚蠢像头倔驴一样，像喇嘛的喇嘛又能到金塔了，万一听见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也放我不愿意。哦，我简直白天子的眼睛在哑巴拿出手机对着镜头喊。哦，天哪，亲爱的们，冲击666，那喇嘛要踢我的屁股了。哇，好，谢谢谢谢，非常精彩的表演，谢谢谢谢。哇，这绕口令好，这是自己编的吗？你叔徒弟吗？好厉害，谢谢。非常感谢，我叫李佳凯啊，来自于托莱多大学。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有趣的说书人，能够把自己从读书当中所学到的知识加以总结，然后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和快乐的方式去分享给大家。谢谢你，谢谢谢谢。你下次有机会做我们脱口秀的嘉宾吧。好，我一定。我希望你多说说，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 Linda， 我就是刚在那个下面没有赶上来，因为很怕自己不是那个1/12的。然后我从马里兰大学毕业，现在 FDA 工作，然后刚认识两位学霸当中的两个同事。我参加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江苏扬州人，然后我觉得大华府这边其实老乡没有那么多，所以刚看到这个节目在北美办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一定要参加一下，来认识这个幕后的主办方。然后呢，也是因为他那个我以前看这一站到底，他的赞助商是那个思念金牌虾水饺，然后我想说，哎，有可能参赛人选手至少都拿一袋虾水饺回家吧。然后今天发现，哎，好像是金鼎善赞助，包子包子，快那个张总怎么样？赞助多少包子？说说吧。这个 Linda 是我们老朋友了，随时来。谢谢。多少？看他这个人吃不了多少，没问题的。我很能吃啊。可以多去几次嘛，对吧？谢谢 Linda， 谢谢。好，那我们现在谢谢。好，再次恭喜12选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12选手的挑战宣言已经完成了，那要不要接下来我们请一位重磅嘉宾给我们选手鼓鼓劲儿？好啊好啊。好，那么下面有请金鼎善老板张总为挑战选手们加油鼓劲儿，有请。最主要呢，如果说我们最后的战神可以拿100包子的话呢，每个参赛选手最好可以拿10，不然我们肯定给你鼓掌，是不是？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很感谢，在这个春雨贵如油的下午啊，我们终于迎来了一站到底2018世界名校争霸赛大华府地区的选拔赛，很有幸啊，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来见证这么多学霸的角逐，希望各位不要紧张，在这里比出水平，比出风格来，好吧？然后最后呢，也是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祝大家也身体健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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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哎呀，刚才
秦大师您说的这个咱们张总脑门直脑汗啊，人又不是人张总挑战，他要回去跟他太太打报告我知道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一位重磅嘉宾给咱们选手加加油，那就是我们 ACM 的总裁杨修竹先生，有请。好，我代表 ACM 欢迎各位学霸今天来参加这个一站到底的活动啊。ACM 成立两年来啊，这是第一次和这个高校的这个学霸一块来办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刚刚主持人也说了，这个活动希望以后变成一个常规性的啊，不仅仅欢迎学霸，还要欢迎华盛顿地区所有的愿意来比赛的人一块来参加这个活动啊。我就祝大家，我想一下，我自己读书的时候看到你们现在参加比赛，我想想我自己的青春岁月，我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上海滩，每天看的就是上海滩，没有一站到底，我很希望我能够参加一站到底，所以我预祝大家取得好的成绩，把战神带回家去，同时告诉你们的朋友以后经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的杨总裁。谢谢。哇，杨总裁也很博学，人家是博士啊。杨会长，你下次也可以参加，报名参加。我们下一次的比赛不限年龄。对，我们不要校名校争霸赛，再来常规比赛，校友会争霸赛。好，大家导播后面开始准备了，我们激烈的比赛要马上要开始了啊。也提醒一下，主要是比较残酷，因为答错一道题你可能就被淘汰了，所以当然我希望你把那个题库的题全部做完。好，我们还真没有过多的题库，但是如果要是真的题库用完了，那就得请您出题了。我刚才一看有点担心，我说才几百道题，我说有都这么厉害，他一个人要答了一百道，我们题库不够啊。对，因为我们就是期待有一个真正的学霸出现，把我们题库都答完了。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后来讲，我说来不及再搬题库了，就我现场出题了，可能我的题目也比较刁难一点。没问题。好，那我们的第一轮比赛开始。一号二号选手都准备，第一号选手来回答好吧。可以。好，我们的选手是应该站起来吧。对，来上台站起来。我们面对面来。好，我在这一次好吗？好。哎，好，你再往后面换一下位置，对 ，OK， 选手的位置。好，我们现在看，现在我们答题开始。不是抢答，一号选手先轮流回答啊。比如说一号选手第一个题是他回答对了，那下一个就是您了。然后如果再对了继续，如果谁错了就对不起就淘汰了。我们现场没有办法掉下去，只能请下去。对，所以很残酷，不要随便出错。就是轮到你答的那道题，你最好能够想清楚答准确，如果答不准确那您就下去了。好，往后面一点，来，我们看到这边。哇，不是抢答。紧张吗？不紧张，随缘。对，你老有点胸有成竹，对，恬静的微笑看着我。你会不会有点紧张让对方？我水瓶，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水瓶，主要是我也水瓶座吗？水瓶座。好的，知道了。好，我们有30秒的答题时间，每位有30秒的答题时间。好，第一道题，在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有权采取行动的机关是联合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哪个？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安理会。确定吗？确定。确定吗？看答案。确定。好，我们现在看答案。对了，恭喜。恭喜联合国安理会。好。看着那个回答声音大一点，才表示你很有信心，好不好？联合国安理会。谢谢你，谢谢谢谢。Next one。好，下面我们显示第二道题。著名的哈尼彗星命名源于。Next， 不是你回答了，别紧张，是人名或者地名，请回答。二号选手，人名确定吗？确定。人名。好，我们看一下答案，正确答案是人名，恭喜。恭喜。一般来说，刚开始题目都比较简单，后面难一点，所以慢慢来啊。
对我来说觉得这两道也挺难的。不是学霸。好，第三道，谢谢，继续。自控能力过分不足，注意力无法集中是什么儿童的主要表现是？超常儿童、多动症儿童。多动症儿童。确定吗？好，显示答案。恭喜多动症儿童。哇，两道题都对了是吧？好，下一道题。下一个。以下材料中最耐腐蚀的是聚四氟乙烯不锈钢。这个有点难度对吧？不会呀、啊，我都不知道第一个是啥。猜一个也行、啊。猜一个吧，第一个。聚四氟乙烯。公布答案。好。答案是，哎呦，恭喜！哇，蒙对蒙对了，厉害厉害！下一道，属于儒家思想的是仁者爱人，无为而治，哪一个？请回答，一号选手。应该是仁者爱人。谢谢。仁者爱人，看一下答案，恭喜！对，恭喜！下一个。临风书四意，应水作双身，描写的是蜻蜓还是蝴蝶？蜻蜓吧，八，答案都确定吗？好，恭喜。下一个，谢谢。加农炮的加农是音译词，意思是坦克还是炮？一号选手，请回答。天的应该是炮。确定吗？恭喜你答对了。下一个。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更多的流星？上半夜还是下半夜？上半夜。确定吗？确定。好，大家有去看过流星吗？上半夜多还是下半夜多？我去看过很多次都没数到，看来一般是下半夜。谢谢。好，那这个、sorry, 不好意思 goodbye, 我们要跟您说再见了、但是在我心中你还是学霸，请回谢谢，恭喜你坐在这个，对，你已经晋级了，成功晋级了、看起来不是很难对不对？所以大家只要发挥你们一半水平就够了。随机的，其实是随机的，然后这个题库全部是江苏卫视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题库里面我们随机选择的我也不知道谁回答对吧，如果说你上半夜没有看过流星，下半夜没看过，那也没办法对吧、好，我们恭喜陈博文，你们有请下一组。三号选手请上来，谢谢。好，四号在美女那边，谢谢。 Hello。 好，请出题，请出题。谁是数学系的？谁是数学系的？哇，刚才哇厉害，在今天轮不到是你呀、对，三号。好，这是送分题了，这是送分题了。某人去年买股票跌了20%，问今年需要上涨多少才能保持原值24%、25%？哇，送分题啊，送分题。好，恭喜。下一个。有五海三洲之地之称的是南亚还是西亚？西亚。确定吗？确定。好，恭喜你。公布答案，恭喜。下一道题。下面哪个城市有北国春城之称？沈阳还是长春？你是哪里人？这个不是送分的哦，真的跟他不熟。请回答，给你30秒思考。长春吗？妈。啊，确定啊。长春。OK， 公布答案。恭喜。好厉害。下一道，谢谢。最不耐酸的织品是什么织品？毛织品、棉织品。其实我不知道，我选棉织品吧。确定？棉织品。好，公布答案。恭喜，棉织品。哎，我发现他们不光是学霸，学习好啊，连那个运气都那么好。是啊。下一位，下一道题，谢谢。这个前面加一个抬头，中国义务教育分为几个阶段？不是美国啊，两个还是三个？谢谢。9年制义务教育，对，这里没有九，是两个。好，谢谢。看公布答案，对了。哇，好厉害啊！可以，熟悉国情。小强刚满16岁就以劳动为生，他具有哪一种能力？行为能力，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我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哦。确定吗？确定。
真的确定？确定。好，公布答案。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学化学的。哎呦，这个专业很重要，同学们。谢谢大家。要是学法律的同学来就送分题了。好，谢谢谢谢。谢谢你四号，但是我觉得四号，我觉得挺可惜的。我知道。我一直觉得我看好他。希望下次还可以继续参加我们。没关系，以后我们常规赛你欢迎来。谢谢谢谢。恭喜你晋级成功。恭喜我们六位第二。胜出者已经刚才三号四号还是蛮激烈的，我又担心题库不够用了，所以请五号六号上台。好，谢谢。第三组，五号，哎，第三组，对，请。Hello， 好，我们开题。破除满汉不通婚这个祖训的是康熙、乾隆。五号选手请回答。这边。Sorry， 六号。好，对，谢谢谢。确定吗？真的吗？你真的不想拿那个战纸吗？哎呀，有点残酷，公布答案吧。你好好想要怎么跟那个三个女同学解释吧。人家可是满满的希望啊。啊，恭喜你！这个就像一道没答。所以六号你自动晋级成功。好幸运，谢谢。下一组，下一组，下一组。哎呀，我是很友善的提醒你，啊、确定嘛，对吧？我跟你其实不熟，但是我看的是第一个的，我们今天来现场选手他第一个来的，所以我对他有印象。离开。我好心提醒你了，所以我待会儿提醒你们确不确定的时候，你们可以考虑另外一个答案。Hello，Hello。谢谢。给一下这个话筒的声音。绿色啊，还稍微有点紧张啊，我都比你们紧张，看我的汗都出来了。我为你们紧张。秦老师刚才紧张的，您确定吗？你不想当战神了？这么提示都不改答案。好，我们怕我们又好。好，我下出题，谢谢。我国最早的表演艺术是？哦，我选啊，是七号先答，这样。我选曲艺。曲艺啊，你确定吗？确定，我确定。其实我这个人从来不说谎的，你真的确定吗？确定，确定。啊，那公布答案好不好？确实不知道道题。其实可以想一下，这道题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曲艺嘛，那个要求要高，我们人类当然是看的动作为主，所以杂技可能先这种技能比较先学会，我猜的是这样。谢谢你，谢谢你。哎，这个恭喜你八号。你早上有摸了什么东西吗？我觉得这个太幸运。哎，我在想秦老师，你说第一个答错了，第二个是不是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答一下，然后如果他再答错了，他也错了，就可以这样很公平一点，是吧？对，你有意见吗？你们有意见吗？没有意见，我们可以临时改一下规则。我看了不行，我们导演他都没有展示出来，没有展示。好，好吧，那我们只能破他们主办方的那个游戏规则，好吗？所以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说单号的人比较不太幸运一点，对吧？因为单号的回答题目是早一点嘛，是不是？好吧，有请九号、十号啊。所以其实有实力的人他无所谓单号、三号，对吧？啊，嗯，也有道理。来，我们开题。六号已经晋级了，出题，谢谢。往后面走。声音在哪里的传播速度最快？水中、空气。这个题肯定学霸难不住。我可以提醒你了。不可以，秦老师，见到美女就提示，不可以。确定吗？好，改不改答案？确定吗？空气。公布答案。Sorry， 我又问了一次了，我已经三次证明我很善良的了。哎，下一个自动晋级了，恭喜你啊，赵同学啊！这是你表现风度的时刻到了。好，我们开题。黄山在我国的什么省份？要不要女士先打这么送分？湖南还是安徽？开玩笑，不用了。安徽。
定。这个三十几公布答案。好，安徽，恭喜。大雁塔在哪个城市？苏州、西安。这个其实也是送分的。好像，我在江苏好像没听过，所以可能是西安吧。哇，好厉害哎！这个排除法。谢谢谢谢，恭喜你答对了。好，恭喜。下一题。用直径为20厘米的测定降雨量的量筒，24小时接收到雨水40毫米，请问这次降雨是小雨还是大雨？想一下，30秒。小雨吧。小雨啊。小雨。哦，那大雨是什么样子的？大雨好像要大于15毫升，这个40毫米就是4厘米。嗯。所以。不对不对，应该是小雨。小雨确定吗？说实在这道题我真的不太懂。你的家乡是哪里？我家乡是江西。江西下雨多吗？下雨非常多。我知道在江西呢是属于小雨，我们看正确答案。在大雨，对不起。不好意思。哎，你看我知道你可能是。好，恭喜琳达。你待会儿要琳达的什么微信号码也可以私下沟通。谢谢，恭喜六位啊，成功晋级了，很好了，很遗憾，另外六位可能在下面给他们鼓掌加油了。也要说感谢啊，你们都很棒，真的都很棒。其实我很想看他们，从那个圆筒掉下去的那个神掉下去，听说每个人掉下去的那个表现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下次跟着物业商量一下哈，挖几个洞。我们这个节目是在5楼，下在2楼举办比较好。啊，直接趴到窗户。这好，挺好，挺好。好，那么现在呢，恭喜六位进入我们的决赛圈。那么六人晋级了之后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六个人，我们就要向大家都看到一站到底啊。哇，你没发现只有一位女士？对，有狗，有那个攻擂者和守擂者。嗯，我们公民起见应该是抽签决赛。对，我们要抽签，谁最终能成为我们的守擂者和攻擂者？有些人可能很熟悉这个比赛规则，有人不清楚。我们说到一个守擂者呢，就他第一个在站在台上，然后面对下面五个人自己去选一个人就 PK 赛，最后反正这六个人剩下一个人就拿到这个战神奖杯了，所以比较残忍。所以战神，所以实力最强的我愿意。他来守擂对吧？对，那个最后得到战神，那简直是没有任何挑剔，不是运气，对不对？那绝对凭的不是脸，是不是？绝对是才华，所以没有什么意义啊。没错，那今天的战神就从你们六位当中决定了。是。嗯，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来抽签吧。好，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抽签拿来，谢谢抽签筒。有没有人自告奋勇？上来了有吗？我也很欢迎。好。哦，来了是吧？ Yeah. 好，我们的暖场小哥来给大家抽签。那么先抽签。对，一共六个是吧？没有。抽中白色的就是。哦，那也比较好，不能看哦。来，眼睛闭着出一个吧，这样比较公平。啊、哦，这个就数了，就好了，你就在坐着就好了。白色，好。你不是一直要摸吗？谁摸到白色就好了。哇，你们怎么这么厉害？两位，很紧张。好，你不用出了，你白色已经选出来了。好，请拿到白色球的站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没有作弊，没有作弊，还有一个黄色的球，所以恭喜你，这个好，展示你实力的时候就到了。人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的。谢谢。好，现在就是你一个人面对台下的五个人。先来说说你现在刚刚经过那轮比赛的感受，好不好？你刚才答题了没有？没答题。对呀、啊，我好像记得他没有答题，这个上帝很公平，是不是？你仔细观察这个五位选手，你看看谁的实力比较强，比较弱。一般来说是找个弱的先 PK 比较方便，是不是？你找个最强的那就比较不太幸运了，所以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觉得谁的实力比较强，比较弱？你可以跟我悄悄的讲一下。我觉得他们实力都挺强的。你准备弃权吗？那就选一个。选一个，刚才也没答题的。哦，谁？忘记了。刚才也
应该是四号，应该是六号，是不是六号？哦，好的好的，请站台，已经被选上了。啊，好，您就坐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然后答题，我们现在来看题目。来，您站在。导播放题，谢谢。对，还是错一道就淘汰，所以最好不要错，对吧？不是抢答。喂喂。啊，轮流答。啊，哎，等一下。对，他已经选好了。哦，站长，对，我见了两人站长，对。好，这样两个人都第一轮都没有打，你幸运的到了第二轮是吧？所以你想再留下去，一定要有实力的，不然我们真的没办法给大家解释了，是不是？谢谢谢谢。好，来，我们往这边来。我们可以往后一点，因为我们有几个镜头。谢谢你，谢谢大家。好，请开题。我来念哈，春种一粒粟，指的粟是什么？大米还是谷子？请您回答。十号赵广学，是那个首里先打是吧？对。嗯。啊？公里先打。对，方先打。好。那反正你们两个都没打过。那个曾同学，谷子，确定吗？确定。为什么那么确定？我一般这样问的时候，就是很礼貌、很友善、很 nice 的。我的直觉。直觉是吧？对。那下一那个下一句直接是什么吗？群众一粒粟，秋收什么？对对。哦，看来是真知道，秋收万颗子。来，公布答案，谢谢，恭喜你，恭喜，谢谢谢谢谢谢，下一个。从何时开始，我国有了民办报纸？唐朝还是宋朝？这个题目得认真考虑一下，因为报纸我们都没有看过。民办报纸。对，民办的哦。我记得宋朝是第一个纸币，但是民办报纸的话，唐朝有，这题确实不太确定。我选宋朝吧，还是宋朝？确定吗？对，宋朝。我也不知道答案，其实我也没看过。宋朝是吗？确定了。好，公布答案，恭喜！哇哦，好厉害啊！这样比较公平，下一轮，谢谢。送分题来了，瓷器，哇，不用念题就回来了，对不对？但是中国的什么意思？那么 China 是什么意思呢？丝绸还是瓷器？ Of course， 告诉他们。瓷器。好，我知道你的国籍肯定是中国，中国人都知道这个答案。谢谢谢谢，下一题。哇，这个就厉害了啊！司空见惯中的司空指的是？一种官职，一位诗人。司徒、司空和司马三种那个。确定官职。嗯，官职。好，谢谢，公布答案。恭喜你。恭喜。嗯，这个有人可能会出错。巴金的作品是家、餐馆、茶馆。不好意思，刚才在挤笼包子，搞得我真是有点迷惑了。请说。好，巴金的作品是家、茶馆。家吧，家，确定吗？应该是，应该是。茶馆是谁的呢？曹禺吧。老禺。曹禺是。雷雨 OK， 确定了，加，恭喜，好，谢谢。下一题，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的主要对手是西班牙还是英国？是英国，西班牙应该是他的附属国。公布答案，恭喜你，有那么一点 PK 的感觉了啊。下一位，玫瑰王国是指哪个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两个厂好像哦，都是亚洲辈的。保加利亚吧，确定吗？瞎猜的。好，看你运气了，我也不知道运气好坏。我公布答案，谢谢。恭喜。哇哦！看来我们在人生成功的路上，运气也很重要啊。下一个，谢谢。第一个在奥运会参赛的中国人是荣国团还是刘长春？刘长春。确定吗？确定。哦，为什么那么确定呢？因为荣国团打乒乓球，他是世锦赛冠军，刘长春是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是赛跑的。哇，好厉害，这个确实是啊，有实力，恭喜你。公布答案，刘长春，恭喜。应该是大连人，我记得好像，短跑的，谢谢。好，达到现在为止，这俩人都没有错的哈。哎呀，是不是冠军在他们？这个战争在他们两个人中间产生，不知道因为后面还有几个人坐着。没错，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越不要放松啊，往下看，开题。
清官。哇，还没念完。这个情诗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对啊，这一句我非常喜欢。好，那你念一遍。你跟女朋友分居两年吗？曾经异地恋。不对，你刚才说你没有女朋友对吗？没有说。好，我记错了 ，sorry。好，来念一下这个诗。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好，谢谢谢谢，恭喜。好。啊，是送分题吗？这道。在商店里，一张皮鞋的价格是298元，而不是300元。请问商店根据什么定价？一个是心理，一个是让利。心理肯定不能让利啊。哦，2块钱也是让利，好不好？现在人家都发红包，一分钱也是爱啊。好，下一道，谢谢。好。《三国演义》中有关单刀赴会的故事，历史上也的确有单刀赴会一事。赴会的是鲁肃、赵云。这个题准确的说，主持这个会的是谁？鲁肃。鲁肃。所以你答案是鲁肃还是赵云？鲁肃啊。确定啊。确定啊。好。好，公布答案。恭喜。恭喜你鲁子敬。这个题应该说单刀主持单刀赴会的人是鲁肃，但去单刀赴会的是关羽。嗯。是这样，当时是鲁肃代表孙权一方，关羽应该是代表那个刘备一方，然后是他们两个赴会，你可以查一下这个典故，蛮有意思的。下一题，谢谢。哇，这个题有意思啊。女性。以下哪位女性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外太空环形山？王昭君、李清照。哇，这个。你先说两个人谁长得漂亮一点。王昭君四大美女，李清照是词人，这样。一个美女，一个才女，你看这个他们选择的标准是哪里？你选一个。啊，这个真的不知道。外太空环形山。好，注意时间啊，30秒的答题时间。还有10秒。嗯。王昭君吧。确定吗？王昭君。嗯。公布答案。啊。李清照。啊。所以从这个题面可以看出，才华比那个容貌留存的更久一点，是我们学到的东西，恭喜你。也不错了，谢谢。谢谢谢谢赵广学，谢谢你，恭喜。恭喜你晋级成功。你还可以踏踏实实坐在这儿了。哎，不对，no, 手累了。哦。您要坐站在这儿。对对对，不好意思，刚刚那位如果按现场，您就掉下去了，是吧？啊，那您坐上来了。对对对对对，好。好，来，你看看他们谁比较对吧 ？nice 一点。哦，我选这位美丽的淑女吧。我早看一眼神盯着她了，从走到那边，然后就一直这样盯着。她准备送分了，我知道。请琳达。哎呀。这里有吗？请出题。小王模拟古人填了一首词之后呢，写完发现正文正好100字。请问他用的是哪种词牌？雨霖铃、念奴娇。这个有点意思啊。等一下，我数一下。啊，可以，这个没有问题，30秒之内都可以。念奴娇、赤壁怀古、雨霖铃。打断。哦 ，sorry。我就选念奴娇吧。确定吗？不确定。但是要给一个答案。恭喜，出来了答案，谢谢。厉害厉害。你数一下，它刚好是100字。我刚刚就在数着数着，你给我打断了。哦，数的这么快啊，100字怎么数的？厉害了。想问。好，下一道题。好，诗人陈子昂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什么？”很好，怆然而涕下的感慨是登上了凤凰台幽州。台凤凰台吧，好，不是 SM 农传媒平台，确定吗？猜的，确定。哦，你说的是香港凤凰台吗？公布答案。哦，你公布了幽州台，不好意思。好，谢谢你送分。哎呀，谢谢，下次再见。嗯，可以拿的啊，给我，好，谢谢。选一位帅哥，随便选一位。我觉得他们都有可能送分的。我点兵点将。好。哦，那这位。这位好。周先生。出题：漫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是谁？张大千、张月平。张月平吧，我猜的。
这个真的蛮好猜的是吧？好，看答案。恭喜你，下一道，谢谢。古人所谓黄道是哪种天体运行周年的轨道？太阳还是月亮？应该是月亮，中国人都讲这个 lunar calendar。确定吗？应该确定。真的确定吗？你看我已经今天提醒好多次了，对吧？没有一次骗人的，对吧？其实骗一次无所谓的，对不对？就好了，公布，还选月亮。好，公布答案。啊，下次这一课可以补一补啊！恭喜你，谢谢琳达，啊！哇，还有三个人了，马上就要胜出战神了，紧就在你们三个人当中了。不太紧张啊，好的。你们紧张吗？很紧张。之前看的题觉得难度大吗？老难了，老难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你从他们两个回答，你觉得谁比较弱一点？啊，我觉得都挺强，看不太出来。哦、那我的校友、哦、不忍心吗、啊、那你选一位吧。那怎么办？要不自己下去。选一个就可以去江苏卫视参加节目了。我选对两位，哪位？三号。我选啊二至三号吧。对，三号啊，太好了。好，来麦这里啊。其实最后只有三个人了，三个人你们拿到这个战神的概率还是蛮高的，33.3%哦，是不是啊？所以谁下去就有50%的概率了。请出题。古人说的诈指的是错，错指的是今天的，古人说的错指的是今天的醋还是酱油？哪一个？哦 ，sorry， 原来是您啊。不知道，平时做菜吗？平时没有不知道这个答案。不知道，我就猜酱油。你确定吗？确定。肯定喜欢吃酱油，对不对？我想一想。我有几秒？30秒，现在估计还有5秒。不要因为我问你啊，我就随意问。酱油。好。公布答案。公布答案。哎呦。大家其实要注意一下，你们特别常常的选手，我们有时候提醒一下，真的是希望你多答几道题，你知道吧？谢谢主持。所以下次记得提醒我，留意我的提醒啊！谢谢你。没关系，没关系，下次再来啊！下次再见。你那个笑话说很好，我记住了啊。谢谢。你以后多说给其他。哇，好的好的。这样的，好，谢谢。好，现在不用选了。没得选了。来。坐他车管的、啊、你们认识啊？认识啊。你们认识多久了？认识两年、哦、那你们觉得平时觉得谁比较厉害一点？我觉得他比较厉害。别太谦虚了，互相吃，谁厉害今天就在这个台上一决胜负。谁比较受女同学欢迎一点？那我觉得学历比较受女生。哇，这两个人是不分伯仲，看到没有？ 连女朋友这个都这么谦虚，是不是？所以待会儿那个题目的时候没办法谦虚，因为一个机会答错了就送另外一个人去江苏卫视比赛了，是不是？好不好？欢迎我们两位最后中的 PK， 然后往下发题。这是送分题吗？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的标志是918事件、77事件。这也是您回答，爱不爱国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对。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的标志是918事件还是77事件？对，确定吗？77事变啊、公布答案。还好过关了，下一个啊，这是送分题啊。当你面面朝南的时候，左面是西还是东？这个可以想一下。东，确定？公布答案。好，不错。那第一轮你们看，两个人都是各送一分，是不是？这也尽了同门之谊了啊！下一次，继续。我国国防系统最高学府是下列哪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大学。国防大学在北京吗？嗯、哦、嗯，你确定哈、啊？好，千万这个好，恭喜！谢谢。因为现在就剩你们两人了，所以答题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和注意。
没必要谦让了的，兄弟归兄弟，好，比赛归比赛，是不是？他们没有，哪怕说的再被暴打，真的不要紧。下一题，谢谢。舞蛇者表演的时候，蛇随舞蛇者舞动，是因为音乐的影响，还是舞蛇者动作的影响？我猜是舞蛇者动作的影响。我记得《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一个叫那个叫杨什么，杨不是杨康，他喜欢吹笛子，然后很多蛇来。欧阳克，不是欧阳修啊，他好像是声音的影响哎。但是答案已经出了。哦，好。恭喜恭喜！舞蛇者动作的影响啊。好，下一题。黄河壶口瀑布位于陕西与哪个省之间？内蒙古、山西。Are you sure？ 山西，公布答案。山西，恭喜。啊，这个 PK 还是有点意思啊，不错不错。好，你们争取把那个300道题答案，让我出出题嘛。OK， 下一题，谢谢。胡萝卜呈黄色是因为含有什么？胡萝卜素呢，还是叶黄素？小白兔很喜欢吃胡萝卜。胡萝卜素，我猜胡萝卜素。真的吗？真的。你确定吗？胡萝卜呈现黄色是因为含有什么呢？胡萝卜素、叶黄素。你确定是叶黄素吗？答案已经了。那个后面导播哦，暂时免到哦，那这样没办法。那你要等人家最后确认，好吧？不然有点争议。哦，好的好的，恭喜你，是先说。好好，你改过了，我知道。下一道题，谢谢。负责出口产品退税管理的国家机关是哪个？是海关呢，还是国家税务局系统？海关退税，对吗？确定吗？负责出口退税管理，退税管理的国家机关是哪个？海关还是税务系统？国家税务系统。我们清理一下思路，你再想一想，你去负责出口产品退税管理的国家机关是哪个？海关。国家税务局系统。哎呦，我感觉这个快要产生了啊。快，海关是吧？好。公布答案。好，我们2018世界名校争霸赛一战到底大华府选拔赛，我们的战神已经决出来了，恭喜，就是我们的周启汉。好，恭喜，谢谢，站在中间，谢谢。你先发表一下，你不讲了，不讲了，好，你也很精彩，陈博文也谢谢陈博文啊，谢谢大家，好。不容易啊，大家最后还是好。那么这个奖杯呢，就有请我们的重磅嘉宾张总给我们的获奖者颁发。有什么感言吗？要说点感言吗？我觉得运气比实力还是更重要一些，感觉我运气比较好。你看，我们的同学们都这么谦虚，大家同意吗？哦，他我看看，人家对你还是很尊重，因为你答对的那个数量还是最多的。啊，谢谢谢谢。其实最想得战神的是秦大师，你看他那奖杯一直就是一手。我下次也想去参加比赛的。对呀、啊，好，有请张总。谢谢，嗯，好，恭喜你，谢谢谢谢，承载了这么多学霸的梦想，希望最后能够一战到底。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谢。因为现在他已经是可以代表我们大华府地区的。战神去参加比赛，所以你其实很重要。你如果表现好，然后你代表了我们整个大华府这么多学子的一个愿望和荣誉。所以表现不好的话，回来估计对吧？你懂的。八万就没有了。谢谢谢谢，也要感谢在场的所有观众以及现场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啊，谢谢你们对我们活动的支持。那么再次感谢战神，也同时感谢今天所有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答题选手们啊，你们真的都特别的优秀。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我今天其实学到很多，我平时很想跟年轻人朋友交朋友聊聊天什么的，但一次遇到这么多优秀的还是比较少。所以从你们身上也学到很多，我们不光把自己的专业课知识学好啊，博文对不对，什么都学什么都知道，对不对？那以后你们的路就像你这个战神一样，这个路是越来越光明，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梦想可以再前进一步，可以做得更好。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一个
特别的挑战赛，也祝贺再次祝贺我们的战神周奇翰，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 SM 蒙川美其他的节目，包括我们接下来会举办一系列的这个一站到底北美赛区的一个赛事，再次感谢大家支持，谢谢谢谢，我们一起为战神再次鼓掌，谢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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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一起上台来留念啊，好，有请张总。来，还有选手们，刚才参与答题的所有选手都到台前，我们来合影。因为今天是周末，整个这栋楼里面那个冷气没有开，所以大家有点辛苦，有点出汗。恭喜恭喜恭喜！哈哈，那就没有。姐姐，你们在中间好。